约旦电视公司总经理格莫尔今天上午10点到达本公司，受到本公司总经理周天祥的热烈欢迎。葛莫尔总经理表示，约旦王国只有一家电视台，而且在上个月才有彩色节目。葛莫尔总经理接着由周天祥总经理陪同参观了本公司的各项设备。葛莫尔总经理除了对本公司的设备新颖表示赞佩以外，他特别对本公司训练中心的彩色电视修护班感到兴趣。